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十一，饿了就吃酱猪大骨。这个我今天炖了两个多小时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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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拿不起来，我靠，哇，我看这个屏幕我都流口水，好好吃，已经非常非常软烂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脱骨的效果绝不绝？咱们再品尝一口大米饭。这里面还是有骨髓的。哇，连骨髓都入味了，我靠！第一次吃到这种鲜的红烧味的骨髓。洗得干干净净，再找一个。来个大骨的关节吧，哇，这看起来巨香。你们知道吗？刚我装盘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它已经软烂到连这个汤汁里面都是这个肉的碎渣渣了。再来一个大棒骨吧，不能吃完，因为等会儿还要直播吃呢。毕竟没有骨髓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个筷子，我就不信了。完美，吃了个空气。对，溏心蛋。超大一个手枪腿，
昨天吃的千层肚拌面，今天我又来个毛肚拌面啊！他家这个拌面属实太好吃了。我先来个榴莲千层，上面有点粉丝。下面是这个拌面。真好吃，
他们都这么卷着吃呢，我也卷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鸡蛋土。实在是太脆了，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刚刚嚼的那个声音？太原味了这边。为什么没有路边摊卖这种饼啊？真的很好吃。要不我就做这个吧，但是我做的会不会太稀巴烂了？他们会看不起我。剩下来这个是大版的，加了两个鸡蛋，我自己偷偷吃，拜拜。
爆辣酸辣粉，我自己加的毛肚。